他到看他到底有没有招妖桌，确保一下嘛，说明他有两，说明人家有两张妖术啊，你就被打得跟狗一样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待会再等一回合。不，还是要直接先灌才对。二下打一。各种忍。少打哦，你我会用这个打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是我。看来不会有王牌吧？是我。是我。看来不会有王牌吧？没有妖术缴掉，应该是没有王牌，没有，不知道有没有王牌。说实话，舍不得，不喜欢选这个，就是因为会舍不得。哦，谁说没有王牌的出去？对，谁说没有王牌的？全部出去！赢了，赢了。你们这群菜，妈的！相信你就吃土了。就他第二个王牌，哦，等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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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力圈，闭嘴，谢三欧碧池，他竟有这个回收王牌，嘣，耶嘿，赢了，不管。哦，打一点也可以，打一点喷到这个，然后他补血他就被打死。哦，还好。哦，这哪叫贪心，这是保险好吗？虽然还是要死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至少赢了。应该吧 ，Gan 还没有赢。这个没有喷到太可惜了。这样啊，我也我应该增加几率对不对？我打他打不打他都没有差，我换掉一只是最好啊！不要再给我拿熊猫收回去了，没有这回事，你还一个人吃土啊！增加几率才是对的。你打那两点没有什么差别，不会有影响。你应该要增加最大，你应该要最大化几率。如果他如果再拿熊猫回去一次，再下那一个，你的人生就是个智障。好辛苦啊！对不对？一定要打死王牌，跟你讲，不打死王牌，他真的再拿熊猫收回去，你的人生就结束了。我觉得，好辛苦啊，怎么办？哦，还好有等，真的是有忍，对不对？我要是没有忍，早就被你们这群害死了，你们这群天兵。